不要打人家！你干嘛非得打人家嘞？你别跑，你别跑！你送来的，你要戴手铐还装？好，不要打人家！不要打人家！他拿我的米，我这也没错，你不让他飞可以不让他飞，但是不要打人家！我也我的米，我也是爱好者啊！但是捏人手，捏人手啊，捏太多了，是不是？咱都是中国人。咱都是中国人，咱中国人不要伤害中国人。我是西安来旅游的，我来把，他们把我的无人机砸坏了，不是砸我的胳膊。他担心有其他行为，你只要说清楚有其他行为就行了。他们冲上来几个人，直接就咬我呀！我这是。我这是拍打你，你都不用打你，听着打你啊！你说敢说说？你敢说你没打我？你敢说你没打我？赶紧走，好吧，赶紧走，同志。走什么？往哪儿走？为什么？不是你不是派出所干什么？你别激动，你别激动，别你该咋说咋说。你生我的飞机，你凭什么生？凭什么生？站住！站住！你凭什么？中国人不要打中国人，中国人不要打中国人，你们是便衣，中国人不要打中国人，不要去内讧啊，中国人不要打中国人啊，不要去内讧，去有本事去打美国，不要打中国人啊，你的证件。